阿爹，我明天穿这件去好看吗？这件也行，这件呢？答应我的补偿呢？你不是说不去参加这个活动了吗？补偿是今天，活动是明天，又不冲突。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能去啊！我之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积累资源，而且为了舞蹈工作室以后往高端做做铺垫。我之前让你陪我去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时间。好吧好吧好吧，要去也行，穿这个，这个好看。阿爹，你知道什么最好看吗？什么最好看啊？不穿。那什么时候不穿衣服呢？就现在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爱情